赶快揭穿它。看看它，技术快如电，快如电。是不慢，难着不会，回着不难。三岁你愿看近看，前看后看，近看慢看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，观看左看，人是好帅心情。好的，一个螺丝帽，它是如何穿过这个铅笔的？接下来我在这里做一个示范给你看。首先我这边呢有一根绳子，里面呢串着一颗螺丝啊，没有任何问题，对吧？好，然后呢我们把它反过来啊，把它反过来，用这个绳子呢给它绑起来啊。绑起来以后呢，我们需要用到这个铅笔了，看仔细，3、2、1，瞬间给它穿上去了，非常的不可思议，对吧？好，有想学这个魔术的点个赞嘛，咱们直接进入教学环节。好的，我们直接开始教学吧。首先呢我们需要准备一根铅笔，铅笔的话呢我们就夹在这里，然后呢一根绳子，绳子里面呢你可以拿螺丝帽或者是一个戒指都是可以代替的。表演的时候啊，先让观众展示啊，我这边有一个螺丝帽，对吧？然后我们把手反过来，把这根绳子放过来。好，当我要去拿这根绳子的时候呢，我会用我的手挡住。为什么挡住呢？因为我要把这个螺丝呢偷偷的给落下来，对吧？好，你看一下啊，比如说是这样子，对吧？把它反过来以后，这根放这边，这边呢，你看我快速的已经把我拿掉了，已经拿掉了，连贯动作你看不出来，直接到时候直接这样子塞过来这边啊，你看直接一拿过来就可以了，就这么简单，对不对？好，学会了点个赞吧，关注一下。